太麻烦了。什么东西嘛？大哥真的是那种坏小子。我今天吃饭会呛到哎。今天这顿饭能不能让我们好好吃、啊、你猜对了，坏小子就是我。哎，那小子真坏。嗯 ，bad boy。不是啦，没有啦。我们平时不喝酒，不抽烟。啊。只是这个剧情里面是有这种，大哥穿秋衣秋裤了吗？剧情里面是有这种，我里面是健身服，好吧，我脱下来，我怕你们太惊艳，所以说我太惊艳，正在那个什么进入角色，今天不给大家看，就是一个现在不怎么哦，我就不，我偶尔，我之前喝过一个那个韩国的那个，不能给大家看，怕大家太兴奋了，什么酒，怕大家，然后第二天就瘫倒了，这个东西不能在公共场合展露出来。有那种剧情啦，就是蛮社会的。比如说有人要递给我一徐佳琪，这部剧里面社会姐，对，很社会，所以这是在进入角色。所以刚刚习惯性就有人要递给我，然后呢我说不用了，谢谢，没心情。没有不用，谢谢大哥，首演的 MC 又搞你了，我知道他们离不开我，就是一旦缺少了我，就会缺少了一些些颜色。剧本里是这么写的啦，但是拍不一定这么拍，因为可能不能露出。因为我就是那个坏小子，我就是那个 bad boy。怎么会有人讲我是坏小子这件事情？真的，你看人很准。坏小子，大哥，那小子就是我，充满少女心的坏小子，对，是我见过最少女心的坏小子。刚刚还在跟许佳琪为一个面包的事情发火。对，大哥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有他买了一个很喜欢吃的面包，然后他要出门接我，因为是他先到了这个餐厅，他要来接我，他是唰一下他的面包翻地，然后他出门，你知道他就说，哼，就跟我说第一句话。对，人家指那个地上的那个面包的尸体，跟我说都因为你，然后我说啊，那我当时就没办法了，就只能冲他了。哎，再给你买，许佳琪突然间霸道总裁，再给你买一个。对，当时就上升了，你知道吗？当时仿佛在演戏。我说就再给你买嘛，再给你买，没关系，不要气了啊。虽然只是一个面包，但是大哥觉得啊，许佳琪这个人。现在蛮霸道的呢。然后大哥他少女心坏小子，许佳琪坏小子，大哥马上就是撒娇，就这样，哼，把我最喜欢的吃的面包陪我，我就没办法了，这仿佛是偶像剧，跟我心中的大哥不一样。霸道小子许佳琪，霸道小子，霸道小子和坏小子，坏小子，霸道小子，蛮恶心的，说实话。